如果唔截骨嘅话，点样做法呢？第一样嘢，第一这关呢，梗系一定要将佢哋摆翻正，因为佢系移咗位，非常之松弛，唔稳定，所以呢，就可以将佢同隔篱嘅第二这关绑埋一齐，就可以将佢拉翻直嘅。拉翻直之后呢，韧带练下熟呢，都仲会处理佢哋韧带嘅问题。就系呢，如果唔处理韧带嘅情状呢，之下呢，佢迟早呢，嗰个第一这关都会逐渐呢移翻原位嘅。所以呢，就韧带练下熟呢，做完之后呢，个身体呢，系因为我哋手术之间呢，做啲嘢会引发身体术后生长一只全新嘅韧带，系第一同埋第二这关嘅中间嚟练下佢哋，唔俾佢哋以后呢再分离。如果佢哋唔分离嘅话，就唔会再复发了。